俾大家望一望系咩 game 啦。咁呢一个咧，佢系属于好似血腥暴露猎奇嘅一只游戏啦，亦都好似有战斗嘅。系原本我谂住今日咧喺 Steam 度揾啦，但系揾亦都揾唔到。佢咧原来已经落咗架啦，只 game 系。咁佢就系同一个作者啦，同之前嗰个咩宅男嗰、那个，宅男嗰个我都未玩啦，人间冒险。哇嚟啦！听闻呢 game 咧都系好多死亡位嘅。OK， 大家好，我系 Kyo， 系咪读 Kyo 啊？今年十五岁，啱啱升上高中，最中意食嘅系抹茶雪糕，最憎系苦瓜，因为好苦，人生很苦。今日约咗两个初中好朋友出嚟食饭，因为我哋都咧考上同一个高中。真的很开心，不说了，要出门了。你看这个画面，其实哇，这个画面你真的完全估不到它是一只恐怖猎奇 game， 它的画面很正常。这里唉，外面很热啊，好彩呢 M 记有冷气啊，如果不是外面一定热死了。怎么这里不知道它两个到了没呢？在这里啊，多名利，你们已经到了。是我们到了很久了，等你一个钟了，我们准备走了，或放飞机了。说笑啫，我们都是刚刚到的。你为什么督爆我啊？我才不信你们两个这么早到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自己已经叫了东西了？因为有点饿，不好意思，你快点去叫东西吧。没事，我还没饿，待会去吧。估唔到我哋可以考上同一个高中喎，真系太好啦！哇，真系会咁样咩嘅咩？咁样特登约出嚟，可能香港冇呢一样嘢啦，系嘛？因为香港全部都系同一个咩噶嘛。高中三年我哋又可以一齐啦，可以同你一齐，好开心啊！听我哋班有个超级靓仔喎，几个真定假啊？听讲靓仔都明星一样喎，所以开学之后咧，我睇咧睇中嘅你哋唔好同我赞，咁靓仔一定唔会睇上你啦。唔睇上我唔通睇上你啊！你两个唔好嘈啦，唔通你都要同我争？唔系，高中嘅时候我谂住咧认真读书，唉，成日都读书好无聊，不过都好嘅，之后我嘅功课教你啦。你唔好咁样，我系嗌嘢你等等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点咩？一个牛肉汉堡，一杯中可乐，再嚟一份薯条，好，请等等。哇，咩事啊？地震啊！快走出去出面啊！哇哇，头好痛啊！我晕咗几耐啊？我喺呢度瞓咗几耐啊？地震之后好似晕咗喎！呢度咩地方啊？多命利呢个点读啊？illusion 啊？点读啊？呢个字劲似嗰啲软件名啊！你睇边唔识读啊？呢个字用手机联络下佢哋。尝试打电话，完全冇信号。不过呢度咁诡异咧，离开呢度再讲。Hello，Eric KC， 系啊，最近开始咗呢个一日一直播嘅一个挑战。依家基本上咧，每日都有直播嘅，除非我有一啲紧要事要请假啦，系啦。咁咧，就我琴日都已经讲咗，讲明先咧，就下个礼拜三咧就已经系。下个礼拜四定唔知礼拜三啊，就唔得噶啦，好似一个礼拜到啦。不过当然啦，如果得嘅话就抽时间直播啦，系啦。你嘅猎奇记忆翻晒你，呢个你玩过啊 ？Gas 呢条咩底裤嚟嘅呢条？点解呢个系底裤噶？你知唔知好似好干净咁？我呢条底裤用嚟 save 啊。OK， 佢唔使跑噶嘛，系嘛？呢个系道具，哇，好难用呢剂。最新款雪梨手机，双卡双待，受信号超强。嗱，呢啲就系一定咩双卡双待呢啲，一定系即系中国先会出嘅一啲说明啦。呢个系使用，完全冇信号。呢幅咩嚟噶？哇！一幅诡异嘅画，要唔要揿下个掣？揿门开咗个声音，再望。好。大家不需要怕啊，有我的声音导航陪伴大家。哇，什么来的？我两只只把肉留下来，骨头如内在都不要。这个什么来的？将肉留低，只把肉留下来，骨头和内脏不要。骨头和内脏留低，还是将肉留低？
喂，好似就嚟死咁，我唔系即将死亡啊嘛？喂，一张奇怪嘅油画，头同心脏似乎可以装嘢入去嘅。佢头先话咩话？肉留低，骨头同心脏唔要啊？好似即系呢个系一个解谜嚟啦，系嘛？手扣，骨头同内脏唔要，唔知咩意思？裂痕冇咩特别，不要让任何人从地牢逃走。呢度系地牢，我明明喺麦当劳 M 记，不过呢度的确几似地牢。喺入面锁咗，反锁咗。哇，有血迹！如果想死的话，就进旁边的门。咩恶作剧？边个写啲咁无聊嘅嘢？我阵间再翻嚟就冇嘢行喎，睇嚟要入嚟啦，系嘛？睇嚟要入去噶咯。喂，吓，做咩门锁咗嘅？似乎感觉出边锁咗，到底咩一回事啊？喂，哇，咩嚟噶？搞嗰个搞？转头一执咗，咪即刻喐啊！好似有啲咩喐喎？哇，知啦！喂，正蠢材啊！吓死我啦！仲以为自己啱啱要死啦！喂，哇哇，原来有条底裤喺度。OK， 个底裤先系我哋嘅救赎啊！原来呢度如果死咗，应该有 CG 嘅。我哋要带大家睇下个 CG， 应该系会有 CG 嘅，应该。试下行埋睇下会即刻死啊！哇，有冇啊？有 CG 啊！喺呢度咧就有 CG 啊！我想睇 CG， 即系唔系话特别想睇 CG 呢啲嘢。不允许有人从这里逃出。哇！我呢个咁样嘅图，我已经唔系好想揿。呢、這个播唔播得啊？应该冇问题嘅。上次系版权啫，呢啲应该冇事嘅。啊，未去到好恐怖嘅得噶。哇！呢个系佢个 friend 啊，原来。你做咩啊？你攞走我头咁样，你就可以出到去咩？哇！咩意思啊？哇！啊！发生咗咩事啊？啱啱明明好地地噶。一定是发紧梦啊！我要点样先可以醒翻？点样啊？呢度黐到好残忍啊！呢度都系咩地方嚟噶？你系快啲走啦！呢度，我哋快啲 save 先。黐线啊！我成日觉得整到呢啲 game 出嚟嘅都几犀利嘅，真系。呢个系佢另一个人啊！哇！呢个出唔出得街啊？呢个出唔出得街啊？我自己睇下先，低能啊真系，将我心脏攞走对你有，唔怪之佢唔出得咩啦，有咁多刀。哇！太残忍啦！呢个作者能够谂得出呢啲咁嘅 game 真系好残忍，真系有够黐线，好残忍！呢啲到底系咩地方嚟噶？真系黐线嘅呢 game， 我想知道其他人如果系。我想知道他们怎样玩啊？这个 game， 我看看，我看看人哋去到这一个位置，他怎样搞啊？他是直接播的，哇！下一个怎样出街啊？黐线！嗱，他有三条路嘅，呢度咧有下一个，我系俾大家睇一秒算啦喺度。睇下呢个怎样搞啊？究竟？呢度到底系咩地方？点解会喺度噶？得翻四十血，佢仲会随住佢个血量咧而将佢嗰个头像，我唔得啦，要毒死啦！呢度应该又有 C G 睇啦，我觉得呢个位系啊，低 B 有冇 C G 啊？应该有，哦系有 C G， 呢个系一个简单少少嘅 C G， 毒死嘅 C G， 间房有毒嘅系嘛？呢度，哇！
這個呢，不要在這個房間隨便走動。不知道什麼意思啊，離開。這個 game 還有對戰的嗎？真的，哇，門打開了。哦，這個是反鎖的，不要讓任何人反麥當勞。接著這裡就可以安上去那個道具啦，這裡道具啲嘢出嚟真系，喂！不過我都估唔到呢個 game 原來咁耐咯，七年前我玩咗啲咁舊嘅 game。哇！曱甴啊！啊，呢個係唯一一條路，點算啊？會用嘅一口氣行啦。勁恐怖，黐線！哎，有啲嘢啦，有把手槍子彈，有個醫療包，都有把槍。喺邊個留低？有冇人啦？冇，我攞走啦。OK， 成功立走支槍先，以防萬一都係攞走啦。雖然不太識用槍，但係攞住會有安全感。遇到危險咧，亂射一通都好。好，我嘅恐懼係來自於恐懼被 ban 台。門係鎖咗嘅 ，OK。哦，好大條，好似惡魚咁嘅圖呢幅。哇！咩嚟嘅又？呢个咩怪物啊？好巨型，好核突啊！身体一直喐，咩东西？唔好过嚟！喂，开唔到枪嘅，要入弹唔系话？点入啊？阿卢啊，系喎，啱先定系？哎呀，有两句，喂，扣咗几多血啊？两滴嘅十滴血系嘛？真系话，哇，好难操控佢呢个就系黐线嘅。哇！呢度好多棺材喎，总觉得里面嘅嘢会突然间爬出嚟，唔得，唔好往呢个方向谂啊，冇嘢嘅，唔好自己吓自己。你讲完呢句仲恐怖啊！佢講完呢個仲恐怖，成隻 game 即刻，哇！嗰個係打開咗嘅，半開狀態，裏面好似有嘢，要唔要拾取？必須拾取。哇！喺鎖匙伸縮槍，唔係好鬼啊！無端有怪聲，呢要死啊！都幾簡單喎，呢個咁一槍佢就死咗咯。哇！呢啲应该唔使打嘅，无敌小刀系木棒。哎呀，底裤，喂，呢个系咪有死亡嘅位噶？有格仔嘅地下，就踩佢啊！我都话啦，黐线噶！呢个画面就系有人咧喺缩图嗰个 YouTube 缩图度整咗出嚟嘅，手扣。哇！咁大条锁匙做咩啊？好大嘅锁匙，好重，攞唔起。嗯，咁依家去边啊？其他房有咩咩？试下打下咯呢个。好可疑嘅血跡，要唔要摸一下？嚇，摸一下？嚇，隱藏房間？呢度咩地方啊？隱藏阿叔，乜鬼嘢啊？呢個唔或者佢出唔到街咧？呢 game 唔或者佢要落架咧？呢 game 就係。